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悦事谁家院。一支妙笔写尽历史的沧桑，深刻的人性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无论是《游园惊梦》里钱夫人的老料子长旗袍，又或是《玉清嫂》里庆生嘴角边的戏虚，都给人电影般的画面感。他的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》《永远的尹雪艳》等小说多次被搬上荧幕和话剧舞台，深受观众的喜爱。四十多年来，他出版了《台北人》《纽约客》《孽子》等多部享誉世界的小说及散文集，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。他出生于广西桂林，父亲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。1952年赴台，读大学期间创办现代文学杂志，在台湾文坛开创新风。1965年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，旅居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。他痴迷昆曲，被传承经典不遗余力。他就是白先勇先生。